君人系天生一对。无论我为你做几多，付出几多，我都只系可有可无嘅已婚。你知唔知个女人会害死你噶？就算系咁，我都唔可以放弃斗球。你一定会后悔。朕已决定遵从大行太上皇遗诏之命，和珅务必执行。当然。二十八日内，一场君臣决战席卷朝野，以虞我诈，生死博弈，一气呵成，到底是回天乏术，定是人定胜天？天命。